仪表显示对接完成，完毕。今天三时三十二分，神舟十八现在打开舱门，神舟十八号进入空间站。五十零四分，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，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乘组入驻天宫。 工作生活约五天时间，完成各项既定工作。